你刚刚在外面听到了，我最后一句话说的是什么？什么？我现在犹豫的点就是我废不废安全牌。犹豫的点是，费不费安全牌？对。你觉得费的意义是什么？如果我废了这张安全牌的话，扬帆就安全；如果我不废这张安全牌的话，这周走的必是扬帆。你是费给谁？废谁？这在于我止不止孔繁浩啊！但实际上我内心我不想止他。可是如果我不把他这张安全牌废掉的话，可是他安全牌不会救自己啊。你怎么知道他不会救自己？他的安全牌绝对不会救自己，你确定吗？我确定。哎，首先，我告我诉很你，想，你说，那你告诉我，我做什么样的选择是最好的？什么叫什么样的选择？难道这个我现选在择三很张牌，难我吗？能不用吗？难道你说怎么用？那你告诉我怎么用？我是说，不是，我不希望对你我来指说，孔最繁简单浩，的是全部指对方的人，指对方的人，只不是我这个战队，指对方组的人。织不是你这个战队。对。别墅里那么多人，别现墅在里有那么多十个人，现人，在别人都站在我这边，你让我怎么去？别人站在你那边，那我们之前跟你站在一起，那你算现在站就在是哪在拿边？以前的感情在绑架我。那不是说叫绑不绑架，我只觉得非常有意思啊。你告诉我怎么有意哎，思？你刚刚你说，我不止孔文浩，那我指谁？那你告诉我，我指谁？那你先说这句话什么意思啊？这个，你先跟我，这三张安全牌是我一个人拿到的吗？现在是三张牌都在你那儿，是，但它是我一个人的力量拿到的嘛？不管是不是你的力量拿到的，那你现在让我置自己的队友于不仁不义，你把我当成什么了？你让我做什么样的人那呢？我们之前呢？我那又……之前那些比赛，难道那个就不算啊？那个就算零比了？可是我已经出去过一次了，好吗？我已经出去，我死过一次了。死过一次，那你现在站在哪儿啊？我现在站在哪？我也想问你，我现在站在哪？我现在被迫站在什么样的位置？哦，之前关明阳跟一直把自己的朋友一个一个送出去，吃掉了。没事，你再 OK 啊？那你现你在怂你说恿过跟来他指绑这个，架我，你知道吗？绑架你什么都叫绑架你？那我问你，我用了别人在杀别人，我是不是不仁不义？要不你先走了。那个，你刚刚说我的时候呢？哦，我听见了，我从这一趟走来的时候听见了。对，没关系对对对。啊，我没有说不好的东西。哦，对，但是我听见啊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你听吧。我只是觉得是说，现在这么多人，孔十繁个浩可人，以自救的，他有安全牌。他安全牌不会用给他你自凭己什么说的。他不会用到他自己？我了解他，你了解他什么？之前的每一个人你他拿不要下对过我一次这么吗？大声，行不行？那是因为你大声。他哪一次不是自保？你让他自保就行了呀。你为什么要用这些东西来绑？那我问你，我怎么选？怎么选？难道不清楚吗？之前我们站在一起的时候有共同的敌人。可是我已经死过一次，我跟你说过了。我今天一直到今天为止，这个星期做的所有的决定，我是不是都在考虑两遍？你是考虑了，可是你现在呢？你现在逼迫我做决定。我逼迫你做决定，我今天加油包是不是给你的？你是给我了呀。对呀。可是这个比赛我现在赢了，我赢了之后呢？所有的选择权在我的手上，然后你现在你把这个选择你选浩浩，他有安全牌，我说那我，我嘞，你有考虑过我的想法吗？那你不是之前说过，你进了别墅一直都说的一句话就是，我是不是不是？因为我们他有安全牌，你听不懂吗？他的安全牌不会用给他自己，我现在讲得这么明你白凭什么说他安全牌不会用来自己？你为什么做这种假设？你凭什么对我做这种假设？你不是他，你怎么知道他怎么做选择？所以你还是不信任他。我们。那你信任我吗？我我请不问，信任你吗？我请问你信任我吗？你现在让我把我逼到拿过去的旧感情来束缚我，这周谁站在我身边？这周站在你身边，如果这那我周们之前我站问在一你，起算。如果这周孔浩相信我，他为什么来钻石房客？他可以直接跟我站一他边。一直玩游戏都是很努力，而且到现在为止，他也没有说要跟你站在对立面。我也没有你想。也知道，如果说今天的游戏胜利了的话。他也不会，绝对不会把你指进去。我也不想指他，他有安全牌啊。而且我现在在跟杨帆已经你一直强你调的闭一点嘴！就是，我现在跟杨帆说的问题是，杨帆让我指他，那我指他之后，你们能帮我把杨帆保下来吗？
如果我不止口完号，我止杨帆的话，你们能帮我把杨帆救下来吗？救杨帆的原因？因为他一直在支持我，我现在身边没有人了。你跟他接触了多久？进了别墅以来，他支持你接触了多久？那请问，你是想让我从此以后，我以后真的能够跟关良站在一起吗？我跟你说不可能，我以后不可能跟关良站在一起的。你一直都说，这个星期，你知道这个星期我们的敌人是谁？你一直都知道，我们一直以来这么长时间共同的敌人是什么？共同的敌人是谁？结果到了现在，你拿了这个，再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的时候，我从进来，你选择去不好意思，我从进来的时候我开始说，我从进来之后我就跟你们说，别说现在没有我讨厌的人，我没有敌人，我一直在说这句话。没有你的敌人，你全部都 OK 是吧？那之前你回来的时候，有多少妇联的人给你投了票？不好意思，妇联的人那时候真没有太多人支持我，包括你。你其实给我拉了多少票，你们家粉丝给我投多少票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我的立场是什么？我觉得你比谁都清楚。我还要讲明吗？你能不拿那些来绑架我？我绑架你了吗？你现在讲的这些就在绑架我呀。我不绑架你啊，抉择是我做，被黑是我被黑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跟我没关系是吧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告诉我。我不管指谁，我都是被黑的。OK。我只记得队友，可以吗？现在对面四个人。江子欣、冯可、浩浩，我，你这样说跟我没关系，那你把我指进去吧。我不指。那你就说不指，我要换孔凡浩。我凭什么听你？我不想要站在这样一个位置。他有安全牌，我跟你。我一直到现在为止，我都是这周非常左右为难。他有安全牌。他安全牌不会用给自己。我告诉你，我今天早就告诉了你，如果是关明阳，他怎么指？他让我直接指你们三个人，看孔凡浩当时这张牌到底怎么用。你也知道他的野心吗？但那是他的想法，我不可能被他左右。我一直都讲了，在现在的别墅中间，今天下午也跟你讲了，在这个别墅中间没有说你一直觉得说自己一个人，我都讲得非常明白了。现在的比赛中间确实我们没站一队，但是你不是一个人。你让我指我自己的队友，我不仁不义吗？就因为他们跟你站在一队吗？意思就是现在跟你站在一队的就都是起码在这一周，起码在我回来之后，我不想让杨帆走。好啊，那你把我指进去啊，我说了我替孔凡浩这一票。我不指，我把你指进去跟指他是一样的，这张安全牌你让他在你跟冯可之间去选择，更难选。我说了，那行啊，你把问题抛给别人呗。我说了我不想让孔凡浩进去。我不指，你和他都跟我对于一样重要。我也不想，我并不想指他，好吗？那如果我不指他，我指杨帆，你们能帮我保杨帆吗？我为什么要保？那就像我为什么你要要求我去指呢？权力在我的手上，为什么所有人都要给我指？我要去指谁指谁？那你们拿走权力好了。我是不希望你指孔凡浩。 我也不希望指孔凡浩，谁希望指孔凡浩？那我现在三张票怎么用？我再指我自己，我再死一次。你在跟我讲这些东西的时候，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立场？你有考虑过我的立场吗？你在和我说这些的时候，你有考虑过我的立场吗？现在票在我的手上。对啊，所以还是你没有考虑到我的立场。不是你。你有考虑过我吗？做决定的人是我，不是你。请你看看我现在身边站的是谁。那你有考虑过你把他选进去，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那接下来如果我真的是按照你所做的去做了，我从此以后背上不仁不义，我用了别人还杀别人的臭名。那孔凡浩呢？孔凡浩有安全牌，我跟你说过了。你让我把你写进去，那你跟冯可，你让他左右为难，他怎么选？但是如果我把他写进去，他保自己是有充分的理由。他不是这样的人。他不是这样的人，就不会说大家各自投票各凭本事，就不会说我们石头剪刀布谁能留谁留。这些话是不是他亲口说的？
你现在还在想以前的事情？那请问你现在是不是在跟我讲以前的事情？那你有记得以前的事情吗？那你现在跟我又让我想一些事情，又让我不想一些事，我到底该想？Okay, 那从今天以后起，咱们不再想以后的事，以前的事情了，好吧？再也不想了，可以吧？你就当你的新人，你当你第一天进别墅，行吗？今天是你进入别墅第五天，我也跟你没有关系，那你把我写进去呗。我说了，我愿意挡孔繁浩这一下，反正他有安全牌啊，他立马可以救我呀。我已经告诉你，我不写了。我跟你说，如果不是因为你当时左右萝莉的思想，我拿到那张安全牌，我写了它，我也可以把它再救出来。何丽，我真的建议你不要这样玩。这不是我要这么玩，是这是一个可以保全所有人的方法。保全所有人了吗？我写了它，它可以安全出来。对，你反正也是在别墅里面没有敌人的人嘛。谁都可以成为你的战友。我想多了，我一直都以为你回来了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。你也其实一直都知道我的立场。你是希望现在所有人都觉得我是个叛徒吗？今天这个局面是我没有希望所有人是你是叛徒。我今天可是当你把孔繁浩写进去了之后，你就是在告诉全天下你是谁。我是什么？你是谁？我不知道，你自己去想。你拿过去的一切来绑架我，让我